喜欢哪个乐团？男的。你可以继续了吗？我们还有几次？我已经快忘记我最喜欢的歌怎么唱。你有听过吗？没听过。好怕什么都忘。一、二、三，
出不去。三。我想当狗。黄金猎犬很可爱，而且毛茸茸的，抱起来很舒服。你呢？想好当什么吗？都可以，就是不要再打我了。猪也很可爱啊。听说人是唯一一种会自杀的动物，是吗？不知道其他动物会不会像人一样哀嚎。不知道。爱人比较难，还是杀人比较难？
尝试试看。数到三，一、很小的时候去过一次海边，我妈带我去的。那天风很大，浪也很大，但我还是吵着。然后她带我走到海里。他一边说很危险，一边还是拉着我，带我走进海里面。这张海报是我以前工作的酒吧捡回来的。会不会你是送货的？换过很多工作，一个工作做久了就会无聊，不管换几个都一样。你在网络上还不太有趣。不该来找我的。我以为你是开玩笑的，我以为你是认真的。你去海边玩吧。庆祝完成了500次。海豚吗？哦，没有，你喜欢石头。你才喜欢石头。快点啊！你不在那边。那你可以打鼓，海龟怎么样？海龟也慢慢的啊，大大的，有大大的，还有壳，跟你要慢。知道了，快点啦！哎，喜欢吗？还是大象？可是海边没有大象，但是没有关系，大象比较简单，你可以模仿一次给我看吗？拜托啦！快点啦，就这样。
很简单，哎，不会来啦。难得来到海边，你这样子扫兴，我生气了，快点啦，大侠，不然我模仿黄金猎犬给你看。我真的要生气了，快点放大象好了，大象啦，快点啦，大象那么简单，幼稚园老师都有教啊，快点啦，大象没有关系，你这样子你都不开心，我要生气了，不然。我们继续吧。刚刚梦到他，在街上。后来才发现我是一只狗。原来
对，做，还想再当一次人。我想起那首歌怎么唱。哒哒哒。